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来聊聊中央音乐学院古琴师资认证的最新消息。最近，中央音乐学院发布了2023年古琴师资认证的招生简章，将于4月14日至16日为期3天的中级师资培训计划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考试的难度升级了，由原来的演奏一首规定曲目改成演奏两首，教学曲目的要求没有变，还是一首不少于15分钟的教学讲解。这一变化可以预见，取得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琴师资认证难度增加了。随着大众对古琴艺术的重视，报名者增多，门槛自然也会越来越高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考核依旧保留录制考试视频审核的方式，录制考试视频比现场考试相对容易些。随着疫情好转，政策放开，此次培训可以线下学习了，线上仍旧保留。不同的是，线下培训的费用相对多一些，6500元，线上还是5000元，两种培训形式可任选其一。如何报名？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，或者登录官网报名。温馨提示， Wendy 老师可以提供一对一考前辅导，传授宝贵的考试经验，祝你顺利通过考试哦。